今天的新款，我们今天后面会有一整套的新款，也是很令人期待的一个套组，然后是粉红色的夏日甜心的那种很嫩的感觉，还有另外一种是今天的两组都比较梦幻一点，然后其他款式的话是交往款，然后我一起跟混着新款一样，就是混搭给大家。然后第一组呢，我先示范这个，我里面一样是那种最简单的那种 bra top。细肩带的这一款，然后还有分尺寸，我明天一样会给大家所有的明细。然后这个是很慵懒的夏天一定要必备的那种针织，它那种粗针织就会比较慵懒，然后休闲一点的感觉。然后呢，我现在穿的是这个休闲裤，是不是你们发现前面几周断货大概快要大概七八款，将近快要十款的休闲裤，非常难过，因为有些休闲裤真的很舒服，但没想到厂商一系列的上周跟这周都出了蛮多款的，然后颜色跟版型呢，我觉得都很显瘦。那大家我就穿给大家看。然后这一款呢，它是近看的话其实有点斜纹布，到时候你们可以看那个厂商的照片近照，我觉得蛮实际的颜色。那难免就是因为比如说灯光想让大家看清楚，颜色有时候会一点点差别，但其实我觉得还原度还蛮高的。那我现在身上的是卡其色，然后它的裤档啊跟臀部的旁边宽度我都帮你们试过了，非常的优，然后又显瘦。那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个子比较小一点，我在155，我对这一款对我来讲个子来讲好比较长一点点。因为它这个的版型啊，裤子的版型，我觉得它是有点垂度的，然后重点是它非常凉感，然后就是凉凉凉凉的，就是会有点垂度，所以我等一下往后面啊，你可以看它整个下面的那个形状。然后我这次配可爱的凉鞋，我比较少会比较帅气的这种凉鞋，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平常我个子比较小一点点，那我平常穿着也比较喜欢穿有点微正式的感觉，但是这款我觉得它就是在正式跟休闲中，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金属的地方蛮可爱的。那因为真正的勃肯，我自己一定要穿比较直筒裤，我才会觉得好像搭起来比较像那种外面博主啊布洛克看起来那种帅帅的感觉，我本身自己是有一点点撑不起来的，就是一定要完整的搭配。但这款我完全就是帮它试过，厚度不会太厚，也就是说你们穿的时候不会觉得，第一个就是怕太厚会有点被吃掉，脚被吃掉，还有裤子，你有时候上班你会有点太不真实。可是这个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是可以穿比较休闲一点、帅气一点的话，这个我觉得很推荐。那你看它下面的地方也很漂亮，那它这个本身就只有出黑色，很可惜，但是我觉得它的软度呢，它没有特别软，但是我觉得很舒服，就是在夏天里面我觉得穿然后很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下一次如果出去出国连线什么的话，我一定会带它，因为非常轻，然后放在行李箱啊甚至包包里面都很方便。那我现在这个还有点厚度，所以我很喜欢，不会太薄，所以你走路的话不会一直觉得脚很不舒服。那因为这根裤子呢，我现在穿的这个地方在肚脐这个地方对我来讲长一点点，然后我就穿在这个正常的肚脐的地方让你们看一下。可是因为它的落地感我实在太喜欢了，就是整体跟就是瘦了，我自己觉得很瘦。那我往后面看一下我屁股哦，哼，总共有两款的那个不同的感觉，一个是拉绳的，然后另外两款的直筒裤。如果你休闲夏天你很喜欢这种裤的话，我还蛮推荐两款都可以参考。那这款还是直筒一点点，那你们自己去参考它，因为主要是我知道大家是为了颜色，因为两组它版型有一点不同，但颜色真的很难选，所以这一款的话是最多人问，然后想要不知道怎么选择颜色的。那我先穿这个卡其的颜色让你们看一下，卡其的话就真的随便搭，然后又算是夏天里面的亮色，然后我随便配一个包包，就是
立刻都比较夏天感觉。这个就是完全每天都可以穿搭那种。那你如果真的要比较正式一点点的话，因为它是休闲，那你下面就配穆勒拖或是穆勒鞋，然后呢上面变成是比较休闲的棉麻衬衫就可以了。OK， 好，那我们看一下，然后呢，然后再穿这个灰色给你们看，因为这一组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就是会浪费时间让你们看一下，就是你们就等等我啊。边一样是有抽绳的，然后是深灰色，它就是有点铁灰色的感觉。颜色呢，就是会蛮白的，显白，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感觉。然后前面的话，卡其色还是会比较夏天的氛围。然后我一样穿这个拖鞋，让你看一下，它是落地感。舒服。那如果你真的个子比较小的话，我自己就是会直接把它拉紧，然后穿高腰一点，就可以调整我的长度。比如说今天下雨，我就穿球鞋，厚底球鞋，然后我就是穿高腰一点点，或者直接反折，束好以后直接反折，然后我走过去让你们看一下的那个长度。小个子的人不用怕，高个子的人你会觉得也刚刚好。我觉得这个长度真的是蛮完美的，重点看起来是超显瘦。好，深灰色，然后接下来是黑色给你看。黑色的话，我就配这个的针织的宝蓝色，因为宝蓝色很多人问。今年的颜色呢，就不像是前几年，就是会比较木，就是。就淡一点点，带灰色调。今年的话是大师色，就是大红色嘛。我觉得像那种宝蓝色啊、木绿色啊、树木的绿，很亮的颜色，都通通跑出来。所以，如果想要那种颜色都可以参考，宝蓝色就不用担心，真的白。金饰，然后我后面让你看一下，这个我直接全部弄开，也让你们感觉一下。因为如果有些朋友喜欢这样子折一点点的，也可以，因为它其实很显瘦。因为最近我觉得那个夏天好久没有出那个家居款，那这个的话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条纹。那你去沙滩的话，有时候你不是就是会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你有泳衣，然后我就会觉得可以来一个这个，因为它是其实是比较凉感。你有看到它其实会有一点点压纹，有没有？就是其实它是摸起来是凉凉的那种感觉。这种裤子呢，
在夏天如果去海边，很喜欢搭像这样的感觉。那到它这个的话，我要找好版型，因为你不能不太高腰，因为太短的话会很像穿爸爸的或是男友的那个四角内裤的感觉，所以要很小心。但是这个款式这种感觉我实在太喜欢了，那我还是会用这个针织去搭给你看，很舒服，很就是夏天你就是真的只是偶尔出去走走啊，公园逛逛啊，呼吸新鲜空气也可以带去哦。然后我很喜欢带出国，因为这种款式就是饭店在里面很舒服，然后走出去你稍微搭配一下其实是很漂亮的。那我先穿着给你们看，很凉感，然后是高腰，然后这边是 inline 的，所以这边都帮你们注意到了，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尺寸的问题，这个地方够长，所以穿起来不会不时髦很尴尬的感觉。好，它这个其实旁边会有一点点这样子对称的一个小洞洞，这是它的小巧思啊。嗯，就是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蛮可爱的，它为自己有点小小的设计。那针织配这个，然后有口袋，后面口袋是假的，然后它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条纹，比较美系的感觉。那我就搭配这个卖很好的我们的不对称的凉鞋，然后我往后推你们看一下哦。轻松的感觉，然后推荐给你们。对，然后再来新款的这个棉麻裤，这个的话是它是做有点像这种西装裤的，然后是亚麻材质，它布料的话就是亚麻那种真的亚麻，会有一点粗粗的感觉。然后呢，它是直板直筒的，不好意思，然后这边还会有打折，然后是漂亮的。比较浅白的，我觉得比较高大上。然后这边是松紧带，那你可以用皮带也可以啊，只是它这边已经做好一个这种高腰的设计。那我一样穿这个，我觉得这一系列就是夏天的那种劲奢老前锋的感觉，就好像有点一点点老前锋感，慵懒慵懒的，可是它有一点小小的设计。那我先穿这个，然后等一下搭配一个新的，一样是之前那个新的那个拖鞋给你看。这个版型啊有点偏小，所以你们穿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平常穿 S 的朋友你可以直接穿 M， 然后后面是松紧带的，然后往后退让你们感觉一下，这个我觉得很适合上班穿，然后是小直筒，所以不会太宽让你觉得好像太时髦了，就是很基本款式的感觉。那我们把拖鞋换成因为我觉得跟亚麻配有点焦糖的，就是还蛮夏天的那种度假感，很好看。OK， 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搭配。帮你们看一下，这边是打折的，这边是 inline， 那它比较高腰一点点，所以选尺寸的话要小心。你要看一下啊，肚子比较大的朋友，你们卡在两个尺寸中间，不用怀疑，就直接是拿上面尺寸，就是平常是 ML， 今天就是要拿 L。
感觉。这个针织啊是夏天的必备，所以我一系列超暖帮你配好新款，它真的完全氛围感不同。我等一下会搭配我就是缎光裙，上周有公布，因为它非常漂亮，版型非常漂亮，然后上面我是做那个松紧带的，然后臀部的地方我有加宽，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我就一起搭配你看。这个的话，这一款它是那种加两件的针织织棉上衣，让我们看一下，那它属于比较合身一点，穿起来的话弹性是有的，我等一下让拉给你们看，然后版型我觉得穿起来是合身型的，所以会偏紧身，可它是有弹性。然后另外这个这一组很漂亮，这个那这一组的话，我发现很多客人买回去以后比较不知道怎么穿，然后会有点搞混。那我这边一样穿给你们看，然后因为还有三个颜色，我还是让你们看一下，然后搭配很可爱的白色牛仔裤，让你们感觉一下，会颜色比较明显。牛仔裤那个白色牛仔裤我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完全高腰，完全包臀，然后弹性很好，然后夏天的牛仔布料，所以轻薄显瘦，然后完全包臀。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大家白色牛仔裤最怕的就是透，这款真的我觉得算是白色牛仔裤里面真的很不透的。那我自己还是会习惯穿肤色内裤，无痕内裤这样子会更棒，因为你就是如果大阳什么的各种小型女生还是我觉得这样子最方便。那我也会很诚实的跟你讲说，这一款真的是市面白色牛仔裤真的比较不透的，非常的好用，非常爱穿它。然后我现在身上就穿刚刚介绍的这个假两件的，这个它是假的，它就真的是假的两件，然后它是比较有身形的，那它弹性是有的，但是这一件的话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会比较跟着身体跑的，也就是说比较修身，那对我来讲是合身紧身。那如果胸应该更丰满的朋友，这件我觉得也是 OK， 可是它会比较像打底式的感觉。那我往后退让你们感觉一下，它下面会有个这样弧形的白色，那因为我下面搭白色会比较不明显，那我想说夏天还是让你们看一下。那我往后走，像这种简单的搭配，有时候我就是会搭一个那种针织，就直接披着，就比较舒服啊。有时候防晒，就是大概是平常出门，我觉得是很简单的，整体感觉会比较美式一点点。好 ，OK， 然后继续往下介绍。这个我完全没放出来，它本身的版型啊，你看这个地方它是垂的，然后这个地方啊，我里面直接穿背心，让我们看一下，它因为它是这种交错的，你就自然的直接放好，然后如果你想要垂一点，你就自己拉，那你平常就是简单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不规则的版型。然后你就让它这边自己垂放的感觉，我往后退让你感觉一下它的版型。
其实它是，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它是偏气质，然后有点优雅、柔柔的。可是它其实这边会有一个形状，非常美。我是我等下会把这件搭长裙给你看，让你们可以感觉一下，像这样是比较休闲的感觉。你上班可以穿这个，也可以直接搭穆勒托或是乐福鞋，跟整体感觉会比较优雅一点点，很舒服，很美。好，那我去换另外一件。这边有点版型，然后它这个地方是交错的，所以你就让它自己，你放上去以后就自己拉到自己想要的位置。那你不想要太，那因为黑色就看不出来它的层次感，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你想要自己拉大一点也可以，就是依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去调整。这个灰色啊，因为它有办法，因为它是断光关系，它其实实色大概是这样子，其实跟颜色跟这个荧幕上面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拍照的话，很容易把那个光吸起来，看起来更银更亮一点点。但实色是其实是这样，是暗暗内含光那种比较低调的灰色，然后还有这个黑色，然后上面都是这个松紧带的，很舒服。然后也比较可以收度一点点，然后版型是这种衣来，然后我因为常常原本有做短的、中的、长的，但是它竟然在大概快不到半个月之内，它突然就整个大断货。那因为我有跟他们修改这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只有短的跟长的，短的话是另外在定做，那因为中长的话，我觉得个人觉得比较不好搭，因为刚好露出小腿肚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最后就是做这两个尺寸。然后全长的跟这个膝上的这个都很好搭，但是上班都 OK。那我现在穿这个银灰色给你们看。裙子啊，如果你觉得就是肚子会很担心的朋友，我们有卖一件就是收腹芭比的那个打底裤，那款真的我觉得很好用。然后你真的是今天又突然要去吃火锅，又不会让你真的想吐什么之类，因为太紧，然后它的位置刚刚好。然后在这个地方，让你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它这边其实会有做交叉的，我觉得整体的那个收腹效果还蛮好的，然后我都会直接把它当内搭裤、安全裤穿，因为它是灰，就是浮色的。那你穿这种裙子，你有时候不是会担心，你们今天穿的内裤会不会有内裤痕什么的？这个我就很方便，这个真的要买一件。然后，你们卖场里面都有，那我会把它放上去。那这个卖最好的，今年这个月第一名的就是这一款。这个白全白套组，这个我们点到首页的话就会直接看到这一款，因为它非就是很好搭。那这一款目前就是第一名，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
更好，很谢谢大家支持。那因为它的材质我真的觉得它很舒服，它是天丝，上面都有写哦，天丝加棉麻，所以它很舒服，它也不会太硬，然后可是颜色也很漂亮，然后是乳白色的，不是死白，是乳白色，那也不会太米白，然后也不好搭。那我自己就想要搭一下不同的感觉给你看，因为这个裙子你会感觉好像那要怎么搭？那我现在搭给你看，就是很适合上班，很简单。像这种马甲啊，大家有时候都会害怕，但其实它超好搭的。它后面还有个这个稍微扣一下就好了。就我稍微随便拉一下，然后它这个很可爱，它这边会有个像小造型，然后你就拿好尺寸，我觉得很方便。身材很好，就是 inline 的这种东西，就是这种版型，就是非常适合女人啊。就是一般女生的话，臀部跟这个就是肚脐方通常都是比较宽的，然后遮到刚刚好，然后它也不会太短，然后这个裙度什么各方面，我觉得很美。OK， 好，我推荐给你们。然后呢，我下一组是配黑色。黑色的话，我就想配针织跟缎光的，我们的那种细肩带交错的背心给你们看。因为像这种最简单的款式，甚至你搭 T 恤都很好看。但我就想让你们看一下比较不一样的，所以我配的背心是比较特别绿色，然后另外一款是配刚刚的针织背心给你们看。这个多好用，这个它的舒服度跟凉快真的是不容小觑，就台湾天气的话是夏天的必备。然后有像这种，我们的官网上有这种，然后有背心式的，就看你自己的喜欢，你就自己挑选。绿色是很美，我真的好喜欢绿色。我觉得台湾女生真的，亚洲女生真的要尝试看那个绿色，不管你是黄黑皮或是偏紫都可以。真的偏黄的皮肤，真的穿绿色真的是会跳出来。然后黑的女生皮肤真的是小麦色的朋友，你更要试。像这有点断光的，整个人就是会像打亮一样的感觉，好像有点就是抛光打亮的感觉，你整个皮肤感觉很好。然后这个地方呢，这一款呢，我推荐的点是什么？这个副乳全部不见，然后我觉得很美啊，这个地方。然后后面就是非常基本款的，然后你上班也我觉得也蛮得体的，就是整体感也会蛮可以正式，可休闲都 OK。那你要休闲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配牛仔裤之类的。那我这边的话，直接折起来让你看一下，然后往后面让你看一下整体的这个长裙。它的这个版型，那因为臀部的地方有稍微加宽一点点，那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型，非常喜欢。非常好搭，然后其实这个啊，我看我们的妹妹搭 T 恤也
也是很可爱，非常推荐你可以搭 T 恤，就是完全你自己衬衫啊，绝对没问题。好，然后我现在搭这一款的另外一款针织。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上班穿，也可以蛮，我觉得蛮优雅的。然后往后推，让你看一下这个型。就是很简单，很方便，然后很舒适。从明天开始，明天晚上10点就完全上架 ，OK。今天最我觉得最特别的商品是这个纱裙，我已经好久没有进纱裙了，因为纱裙有的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搭，就是很多朋友会跟我说，但是我这一款我真的是太爱，我必须要赶快介绍给你们，因为它下面。它竟然做一个这个，有多一个，它下面还有多做一圈，好像有点描边的感觉，看到吗？然后是黑色的，然后它分量感，它是还蛮费工的，它是真的这样，它的布料用的蛮扎实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它的那个，就是分量跟整体的那个韵律感，真的非常漂亮。这个如果有想要婚礼或什么的，那黑色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不要穿太黑嘛，可是上面的话因为考虑到实用性，其实现在大家婚礼就是会说就是黑白是 OK 的，那上面的话你就可以配针织，然后或是衬衫，缎光衬衫都可以，然后或是白色西装外套也可以，就是会整个很让人觉得，我觉得整体看起来真的蛮梦幻，然后又得体，然后颜色分量感各种上镜啊，各种加分。好，我穿这个给你们看哦，等我一下。那我配的话是这个，因为这个我还是觉得它有点法式的那种洋娃娃感，所以我就配这种钩针式的背心搭配。那你等我一下。那钩针毛那个背心呢，我是我自己比较偏喜欢，但是这个老实说它会有一点点厚度，可是它是钩针，就是很像钩针的那种兜兜，还有那个织毛衣一样，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它上整个氛围就是蛮法式的。那我先穿背心，然后让你看一下它的那个长裙，然后这个弹性啊就不用担心，然后往后面转圈圈，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整个的形状。镜头可以看到，你看它那个，我晃一下，它那个都还慢慢的再回来，它是真的，它是轻的，不会像那个婚礼的那个婚纱那么重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它穿超美的，我真的无法拒绝它，而且它比一般的纱裙看起来不夸张，其实它是蛮低调，低调中的高调这样子。然后我配这个针织，你看。
穿也很 OK， 它不会像一般的纱裙，就是哦，你今天好像就是真的很打扮哦，但是这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推荐给大家。我很喜欢这一件。OK， 然后这个敲网款，这个我要试穿的黑色，因为它这一款呢、啊、是洋装里面目前包色款第一名的款式，这一款真的也是吓到我。那它这个。就是它只是很简单的，那它是讲说棉质，然后凉感的棉质，像这个洋装1080，可是我跟你说，你拿到你真的会完全就是觉得我没有骗你感觉，因为它的分量感啊真的有，然后它的版型真的是挺的，也就是说你穿觉得瘦，就是如果你会觉得自己有点肉肉的女生，你想要穿一个有点酷酷、有点帅帅的、一点点休闲的洋装，想要舒服，这一款真的很适合。然后还有黑白两个色，那我现在穿给你们看。穿起来是这样，然后这边有一条长的这个，然后就个子很小的人，你也不用怕太大或什么的，因为它这个你绑紧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其实我喜欢这种微松，因为一点点微松感啊，像我衣服真的在镜头面前会看起来再长一点点。那重点你想要看起来手更长，重点就是要把整个人拉长，然后往后推，让你看一下。介绍一下的太阳眼镜，我近一点让你们介绍好吗？我找到了几个版子，我觉得方圆脸还是一般人，真的戴起来啊不会奇怪，可是又很想要跟 Jenny 风靠近一点点的朋友，我懂你们心情。有时候你看明星，你戴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戴我身上有点怪，就是因为考虑到哪里，就是这个地方镜框。就是这个这边的特别宽度，也不能太宽，因为像那个艺人们，他们脸通常很小，然后折叠度比较高。可是因为像我们一般人，是不是就是会脸比较圆一点啊，里面方一点啊，这样肉一点啊什么的。那这款，你是我觉得最贴近 Jenny 的感觉，但是那个粉丝不要骂我，但是我是真的也很喜欢他。那他看他是不是整体会看起来？你的脸有一点点娃娃脸的感觉，可是又想要酷酷的感觉，那我觉得这款很适合，比较贴近。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它这个是我觉得像我这种有点方圆脸，就是我侧边是这样子，有没有有角度的朋友，你基本上找猫眼都会很难找，然后骗说什么大圆脸、大方脸很适合猫眼，但其实不行，因为方圆脸的朋友们，你找这个猫眼啊，你下边。下面这个地方要有一点圆圆的，可是你圆又不能太圆，不然就会不时髦的感觉。那我搭这个给你看，这个我的话是有点橄榄绿偏茶色，我自己是喜欢这个，因为我自己呢戴比较黑的会比较适合那种传统那种就是小脸小脸神器的那种太阳眼镜。那像那种比较特殊的戴黑的话，感觉比较重一点，我等一下带给你们知道。那我先试这个给你看，就是立刻我侧面一点，就是蛮可爱的。那、啊、你扎起来，然后看起来，就是蛮可爱的，而且你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太大，然后或者觉得好像那个
那个什么战警 X 战警一样，好像会喷出火的感觉。这一只如果你喜欢猫眼的朋友，然后你一直找不到，这一只很推荐给你们。然后我戴黑色给你看，那黑色跟那个茶色，我自己比较喜欢茶色，但是黑色，就是朋友们也说我戴起来是 OK 的，就是会比较帅一点，然后成熟一些些，感觉到吗？你会发现这两边这个地方也不能太宽，因为你这个地方像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会有一点点棱角嘛。那你如果这边太宽的话，你很明显就是这边又圆，然后这边又方，然后这边又角坑坑，就是它的折叠度不明显，可是又比较凹凸的话，你看起来会没有那么好看。但这一只我觉得很显瘦。OK， 好。介绍另外一款给你。这一款呢，就是这几款我都很推荐，因为真的是我的脸型超难找帽子，又超难找这个太阳眼镜，就是原因就是一个方圆领跟脸部就比较不流畅的关系。所以你们搭配的话，第一个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跟我一样，常常大红大紫啊，穿起来会有点奇怪，或是比较时髦的东西穿起来也会有点奇怪的人，所以一件会可以戴一个这样子，然后跟一个这个，这种是小脸神器，这种的绝对不会就是不失手。那这个为什么好？那你就说，可是你的方圆脸怎么可以戴这个？你重点是这边你要细框，那你戴的话就是蛮轻的，你不会觉得说，就戴一个很大的东西在这边，这种。就会你的脸如果圆圆肉肉的，你会觉得还蛮精致的感觉，然后会有点修饰。那这一款呢，我通常是配有一点帅气的东西，譬如说就是今天是穿宽裤啊，或是那种就是亚麻色的那个西装套装，像那种比较酷一点的我就会打这个。那像今天我先穿这个白色有没有，我就会戴这种的话就是脸贵妇，有没有？立刻脸就会小。这个的话非常推荐。然后它的白是乳白色，所以超好用，就是各种，而且你戴了以后就立刻很夏天，上镜度100，这个是很推荐的，而且 CP 值很高，它不是那种拿起来很轻的那种，各种很漂亮，然后是乳白色的，这几款推荐给你们。来让人看一下哦。然后呢，如果我今天穿牛仔裤、T 恤、衬衫帅一点，我就是打这个。再让你们看一下，是不是这几个都很值得拥有？因为它看起来立刻脸就会看比较尖，所以就是这个脸小这件事真的很重要。OK， 好，这个我再穿黑色给你们看。因为太黑了我看不到，但是它这边有个打结，然后往后面让你看整体。但它这个很可爱的地方，它是背面的地方，它裙子后面还有开叉，可以的，就立刻会比较休闲的感觉，可以立刻去办公室化。试穿过，大概这个就不下十次了。这个我们卖最好的这个套组呢，因为很多朋友还是有问题，所以我还是穿这个给你看。然后尺寸上面的话，我的个子关系我是穿 XS， 那我两个这样子配，
那一般的话我不太会扣，那你喜欢全扣的朋友可以搭，然后你可以自己搭自己的白裤啊也 OK， 或是牛仔裤。那这一组的话我很推荐你们就是一整套一起戴，然后我很喜欢这一款，它再去就是配这样整套的时候会再配一个这种皮带。那你原本我之前是配这个无孔的，然后这次因为有新的这种比较特别，它的这编织的比较明显的感觉，我这次再配这个给你们看，其实它是大同小异，但是我觉得这种套组这种棉麻的短裤配皮带真的很漂亮，那它会有一种细节度，那你整体感会更加强，然后我觉得细致度更有，你就会比较时髦的感觉。那我先穿着这一整套给你看。因为配灰白色就是简单的小可爱原本的，然后这个有个皮带真的感觉不一样，会比较我觉得就是老前锋他就是会很喜欢用小配件去表达，一样都是这样的感觉，他就是有点优雅，可是优雅中休闲慵懒又带一点正式感，还是这样子出入比较正式的场合你好像也还蛮漂亮，还不错，就是感觉比较精致的感觉。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我会搭这个的感觉，这个就会有没有带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我就会搭配这个。然后你可以加个头发，不一样的效果。那我先让你们看一下，然后这一款呢，我想要搭。这个你看，因为想要让你们感觉到它这个它有多好搭，然后休闲感，就好像真的现在度假。好 ，OK， 你看，你刚刚配整套的话，就是你完全不用打扮，就很方便。新款呢，说真的，这一款呢偏一点调人，那它的部分啊，它这边会有一点点这个，可是它很漂亮，我还是介绍给你们看，它是 V 领的，然后你在意小肚子的朋友，这一件就是会推荐，要穿无痕内裤，因为它的布料是比较薄的，它是有垂度，那位置它很漂亮，然后所以你们就看一下，然后如果还是喜欢这个朋友。还是可以接受他那种感觉的朋友，因为他是蛮柔的，可是他的布料其实是可以正式的，然后我就会直接搭配那个无痕内裤穿，然后还有藏蓝色，其实他这个整个版型超适合上班的时候穿，那版型我等一下穿给你们看，因为它是都没有露，可它整个身躯的感觉是沙漏状，我觉得很漂亮，那你等一下。
这个紫色淡粉紫，然后版型是这样子，它这边会有一个这样可以自己垂的感觉，它是有做个收腰。那这个的话就建议穿无痕内裤。那版型的话，我现在是觉得如果你是我本身是穿 A 4，他会觉得他其实在中间尺寸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往上找拿一个尺寸，你就会这个地方就可以小吃火锅、大吃便当，你就不用烦恼这样子。所以稍微提醒大家。然后我用的是这个腰封，那腰封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拉会不拉，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你们会不会拉或是什么的。用腰封就完全就是不用烦恼，那我稍微拉一下是不是很美？所以配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很简单的版型，然后配上一点点点缀，很美。那这个颜色的部分颜色是深很鲜，那如果你要显瘦有藏蓝色，然后往后退让你们看一下，就是完全一个很欧美的，完全没有上面没有坠饰，可是它是用布料跟剪裁去完成这一件的那个整体的那个版型。这件我很喜欢，因为它很简单，然后有点垂度。那推荐的话是四个尺寸，尤其是胸部丰满啊，有点小肚肚啊，臀部比较丰满的朋友，这件直接往上拿也好，没问题。OK。很喜欢这个人套组呢，老实说他没有特别显瘦，但是他真的也不显胖，但是呢他颜色超可爱的，因为他是本身是做有点休闲的，然后有点蓬蓬的感觉，然后他是很轻的，他这一款是凉感布料，所以你穿起来会很凉，然后我就穿给大家看。是有点抓皱的，然后是有点，你可以感觉到它是有一点点松松的感觉，还有点空气感。然后呢，我把它梳顺好，我往后面让你看一下，我先这样穿下半身，因为它是可以分开购买的。然后它很可爱的地方，这个口袋，然后你可以自己搭一整套，也可以分开搭配，它是有点空气感，然后这个背心这样。这个就是很推荐，就是一整套。那这个版型呢是比较休闲的，它旁边有切两道。背心式的，然后往后面让你看一下，很舒服的感觉，然后也很适合那种偏度假的时候，你很懒打扮的感觉。哦，小针织也可以。
针，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防晒，可以配着搭配。简单，它属于比较轻松，然后有点微休闲的那种背心套组，不好意思，非常好。然后往后面让你看一下它整体感，因为它是有点松松的，然后空气感不一样。Okay, 然后细节网络上都有。然后呢，我这边介绍这个新的戒指。那新的戒指它后面一样是有开口的，那我手比较小一点点，我就要再拉紧一点点，然后你们看一下，然后这个，这种感觉，雾面，然后是有点雾面的。整套的感觉就是会感觉整体感很够，然后这一套我觉得它就是青春洋溢，然后有点甜心感，然后又有点轻松，然后它是有点就是我觉得它没有特别修身，可是整体看起来会拉长，然后裙子这边会有点蓬蓬的，有点蓬蓬的花苞裙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帽子就不用多说，这个帽子超级无敌显实，就是脸小，然后配一个这个最新的这一次新款，那它是有点松松的，比较欧美感。感的那种连身裤，然后休闲的。这个呢，版型这个穿的时候，因为它是没有拉链的，所以你就直接这样子往下拉，拉一边，然后往拉一边，然后直接这样脱下来。那因为我很喜欢连身裤，因为我觉得连身裤的那个氛围感很强，然后不是其他商品可以替代的。然后它是这种大 V 领的，然后松紧带，所以你平常的话，你其实也可以直接这样穿就好。然后它这边有口袋，它是口袋的，所以就很舒服。你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单穿，然后我先这样单穿，然后往后面让你看一下。它是全白的，只要穿安全裤脚，全白的就很舒服。那你也可以。有腰封啊，腰带真的超好用，很推荐你们可以使用，是不是？立刻就是会觉得有点微打扮的感觉，可是又不会太夸张。那这个你如果喜欢低调一点，可以用一个小扣的，然后喜欢就是明显一点欧美风的，你就可以像那种圆扣式的。那我稍微拉一下，那我肩膀比较小，可是我又喜欢那种大 V 领，因为大 V 领看起来就是真的会看起来偏显瘦一些。然后往后面让你看一下，可以，然后还蛮舒服的。那给大家戴着看，那这款呢、啊，后面是松紧带的，你还可以再调，那你可以调小调高都可以。那这个呢，我会推荐你戴的时候，头发先抓一下，再戴。就把这个头发放在外面，你有没有感觉不一样吗？就是跟这样子，你们戴的时候，一只手就先这样，
就是真的轻轻随便一个小动作而已。然后这个不是有洞吗？那你就先这样子抓着，然后放下来。有没有？是不是差很多？女生真的很累，因为你为了想要看起来脸小啊，你想要看起来漂亮，就是要有一些小小技巧。这个就是空顶帽的小技巧。那如果你呢觉得这样子很麻烦，你可以先绑个公主头直接戴上去，那样子完全不会塌，然后又很漂亮。然后往后面让我看一下，就是不是有点发饰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度假。圈起来的感觉，就是完全脸露在里面，就是要这种微微的好像神秘感，看起来脸是最小的。 OK， 好，谢谢你们，然后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再问我们，然后明天会提供大家直播明细，还有新品10点会上哦，晚上10点。 OK， 谢谢你们，晚安。